每天都会接触不同的事物，不断地让自己学习，和家人待在一起很少，但是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想起他们，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，还有很多的家人。这个月饼虽然没有华丽的包装，也不是顶级的食材，但是代表着我们的一份心意。今夜最相思，你最思念谁？9月8日晚，湖南卫视中秋之夜，不见不散。今夜最相思，蓝月亮中秋之夜。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